想逼局你落去啦。係，然後寫個烏音先。蘇係啦，跟住呢個蘇，係跟住亞音。佢係讀咩亞音？咩啊？誒，除一個 K 就讀咩音？係啊，所以蘇神係啦，蘇係啦，蘇神。好，其實反而係即係凡係嗰個咩曬嗰啲咧，就當用沙嘅意思嚟嘅。你講嗰個係啊，冇錯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全部話呢個好啊，好。第二個咧，我哋唔要讀啦。係啊 ，tail 咪一個故仔嚟嘅，好，第三個啦 ，dust 啦，我哋四個啦。係，但個 O 係發咩音先？係啦，係啦 ，O multi 唔係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好 ，multi 係 multi 嚟，係啦，好。其實個來源於乜嘢咧？我最個 multi 係啦 ，multi 係即係即係識咩字啊 ？multi 係啦 ，multi 係識唔識個字啊？識噶，即係 multi 即係動機咯，即係你好有動機，係一個好事嚟嘅，係咯嚇，即係好有 multi， 即係好有衝。標啊嗰啲咯，咁樣 motive， 咁呢個 motive 係即係使佢有目標，使佢有動機即係想嚟。好，轉一轉呢幾個啊，呢個好。唔記得點讀呢個詞集？係啦，蘇律師，蘇律師。好，咁就再落呢個好啦。係 ，call 呢個好。係差唔多啦，除咗 R 同埋同個音。係 A， 但係 A， 係啦，冇錯 L。係啦，所以呢啲啦。好，呢個啦，好。重音喺邊度？咁樣係啊，就呢個咧。呢個係唔係發咩音先 ？L I L I 係 E 係嗰啲啊。咁就係呢個咧，冇錯啊！呢個音係啊 ，Lison 嘅重音呢度，輕音。輕音個 A 字全部輕音，唔係個就呢度啫，呢個 call 係 OK 嘅。我講 A 字係輕音嗰、那個，跟住咧，係啦 ，coalition 好，係啦，好。通常佢 call 都係兩隻大家一齊嗰啲嚟嘅 call， 係啦，啊，即係例如咩 company 啊呢啲啊呢啲。好一齊嘅嗰啲咯，啊，呢啲朋友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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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住呢個咧，係啊 ，face， 誒，但係呢個記得呢個，因為佢係個元音後面嘅呢個，啊，所以呢個尾音，係寫音嚟嘅，係 face。好，咁就好啦，好，好，係咁，點解點代號啊？呢個係 coalition， 係啦，冇錯 ，coalition， 好，呢個Yeah.
好的，好，咁啊，阿伯人。做翻咩人？個妖姐，係啊，反妖人，妖人唔妖，唔來妖，係啦，係啦，唔來妖妖，唔來妖，唔來妖，咩妖？係啦，飛，係啦。長，跟住呢個咧，係啊，代表人啊嘛，好，呢個就長咯，就呢個長，係啦，好，係咁樣啦，係啊，得頭先咩叫吉長啦，係啊，即係集中，好，係啊，阿水水呢個 O P 咯 ，O P 都係代表反對嗰啲嘢，係啦，係咩惡同善啊，即係相反啊，就嗰啲。跟住再呢個啊，差唔多誒，大重音喺呢度。而呢個發仲係發咩音？好，個 A 字仲發咩音 ？A， 仲有咧 ？A， 咗咧 ？A， 佢發 A 音。T， 係啦。T， 係啦。哦，呢個聽就用耳音，誒聽係就個聽。係啦，聽好，長得好，有啲四個，多咗一個，一個好，後呢個，係啦，是，呢個 O， 是 O， 好快咩嘢嘛 ？O， 仲有咧？仲有 O 有咩啊？少啲嗰啲。最主要個 O 音咧講乜嘢？哦，係啦，哦，我音哦，是咯，係啊，咯，係輕音，全部嗰啲輕音，舌音輕音就得，舌，係啊，舌，跟住，是咯，舌，是，係啦，是咯，舌。睇其他作品講過咩？咩？誒咩？要咩？要 feature feature 係啦。係啊。好，呢個。聽。係啦，聽。聽。係啦，好。是。是咯。係啦。係啊，聲啦，係啦，冇錯，變 lost。係啦，跟住之後，
個重音係前面呢、這個。最重。This。係啊 ，D。This。跟住。C。This。跟住呢個 P I 嘅咧。This。但係 I M 我就 I M 係乜嘢？或者 I 咧？再咧 ，E 發 E 音，係啦，冇錯 ，free， 跟住有 free，free， 係啊，所以 discipline，discipline， 係啦，好，係啦，好，下一關 ，D，D，T，ER 多數都係發高。好 ，E R 我係 D E R O O R 我嗰啲，係啦，係啦，A I L， 誒唔係，怎 I 啊 ？I M I， 誒除咗 I 仲發咩音 ？E E 係啦 ，E D D D， 係啦啱。係啊 ，determine， 我覺得 determine， 係啊，好，好，再多聲一聲啊 ，this， 重音呢度 ，discipline， 係啊 ，discipline， 好 ，d， 聽 d， determine， 係啊 ，determine， 好，下一個 ，participation， 係啊 ，participation， 係啊。好，呢個咧 ，steam， 呢個 T R 跟住 E 音 ，tree，tree，tree 跟住tree， 係啦 ，tree， 係啦，係啦，好 ，OK 啊，好呢幾個好。小溪啊，好，跟住啊，一半一半嚟全部啊，一半半先嚟全部，一半半先嚟講嘅，好。而家點講呢個？我呢個係啦，冇調定呢個咧。蘇醫生係啦，蘇醫生呢個好。佢醫生係啦，乜佢醫生好？醫生係啦。
段啦。介紹個階段，唔話階段。係啊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階段先，即係一個階段咁樣咯。即係分呢個嘢，呢個項目我分到兩個階段嘅。咁兩個 part， 係兩 part 啦，係啦，即係時間上嘅兩 part 啦，係啦，好。叫 phase 一同 phase two 咁樣，係啦，好。即係佢可以代用 part。係代 part 咯，係啦，代。但佢個意味上基本上係講按時間分或者個邏輯上分，係啊咁樣咯，係啦，第一階段、第二階段，即係以上半場。係啊係啊，冇錯咁樣，係啊，我下低，好，好，嚟繼續望一個好啦。对手啦，反对者，跟住决定，决定
有少少唔同嘅。其實呢個問題決定亦都係解確定嘅意思，係啊。即係例如我想要確定一下呢、這個今次測驗嘅範圍，我要去確定，即係我要去問人啊、問老師啊，或者查資料啊咁樣。啊，咁啊，但亦都有個 design 嗰個意思嘅，係啊，有決定咗要去參加呢個比賽咧。应该选择应该差。